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Hello， 医生你好。Hi， Della 好，大家好。今日麻烦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喺儿童成长嘅时候常遇到一啲嘅毛病啦，咁喺临床上边可以点样用同类疗法嚟去处理啦。咁今日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啲 B B 仔咧系出牙仔嗰个问题啦。咁一般嚟讲 ，B B 仔就系由六个月大到开始咧就出佢哋嗰一个乳齿啦。咁通常咧都会遇到一啲嘅问题啊，啲嘢咁样样。有时咧新手嘅父母咧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净系知道 B B 喺度呱呱嘈啊，喺度喊啊，又唔食啊，又成啊，掹掹整整嘅时候。咁相信咧你喺个经验上面咧都可以话到俾我啲观听众听咧。可以用啲咩療劑咧，即時解決咗呢啲問題佢嘅。嗱，咁出牙嘅問題咧，其實都常好常見嘅嚇。咁你表面嘅症狀你睇到啦，即係嗰個牙肉好痛啦，咁好敏感啦，小朋友係咪？咁甚至乎嗰時候咧，即係有肚係即係肚不適噶，腹部不適嘅。咁通常B B 仔喺六個月度咧就開始出第一隻乳齒啦。咁直至到三年啦，大概咁出齐咗20隻嘅乳齿嘅。咁当然喺同类疗法咧，对付呢啲咁样嘅过程里边出现嘅不适啊、痛啊，系非常之有效嘅吓。好啦，第一个疗剂考虑咧就系嗰个 Camomilla 啦 ，Camomilla 嗰个罗马嗰个金菊 ，OK 啊。咁呢个咧通常咧，大家可能听我节目咧都知道啦。第一个主要嘅症状咧系好敏感嘅。个细蚊仔好敏感嘅，又要你抱，但抱俾佢又唔掂，即系总之咧就搞嚟搞去搞唔掂噶啦吓。咁仲有咧，就发现咧喺瞓喺张床嗰时候咧，系一边面珠红，一边面珠冻咁样嘅吓，有呢种咁样嘅，一边面红，一边面冻呢种咁样。呢、这个就个人敏感到死嘅小朋友。咁呢个咧就系嗰个 Camomilla 啦。好啦，另外一只咧就系嗰个癫茄啦 ，Belladonna 啦。咁通常咧个细蚊仔会红啦，嗰啲。充血啊，红啊，咁甚至乎咧，可能咧个面部有少少抽筋啊，呢啲咁样嘅，瞓觉就不安吓，咁亦都个人咧就比较上咧就系好，即系好似好惊咁嘅，咁啊重心咧就系红嘅肿嘅吓，啲充血嗰种咁样嘅感觉啦。好啦，另外一只就 silica 啦 ，silica terra 系直肚啦，咁直肚都系咧，细蚊仔比较恩恩瘦瘦啦，头大大啦，就有好多汗嘅，好多脚汗啊。或者个头啊有多汗嘅，又唔系好中意饮奶嘅吓，咁记住咧系根根瘦瘦头大大吓，多汗嘅，呢、这个就直组肚嗰啲体型嚟噶啦。好啦，另外一只咧就Actea spicata 系兰香啊，咁呢个嘅兰香呢个嘅疗剂咧，通常咧个细蚊仔咧都会系好紧张啊，好不安啊，咁同埋咧喺嗰个上颚嗰度咧。掂一掂真系好痛噶，一个好特别嘅症状。个上颚咧系嗨嗨佢都唔得噶啦。好啦，跟住咧就系嗰个 calcarea carbonicum， calcarea carbonicum 一个嗰、那个碳酸钙啦。但呢个系最典型噶啦吓，一般细蚊仔好多时候咧，你见到佢都系肥肥白白啊，肚腩大大啊，个鼻嗰个个即系肌肉松松啊，头大大啊，个青青白白净净啊，呢种嘅多数咧系一种。钙型嘅 B B 仔吓，一大部分小朋友多数都钙型嘅吓，咁所以有时你乜都唔记得咧，有冇其他嘅症状咧，就咁睇根据佢个体型咧，就俾个钙个疗剂都得噶啦。好啦，另外一只就系嗰个 Borax 啦，个 Borax Veneta 啦，咁呢个系蓬个蓬沙吓，咁通常咧都系口腔咧就有溃烂啊，咁啊对于声音特别怕嘅啊，同埋咧就好怕呢。个身体咧就俾人抱高抱低呢种咁样嘅，呢个就 Borax 啊。咁通常咧口腔都有啲即系有啲溃疡啊，有啲口嗰啲牙口疮啊呢啲咁嘅感觉。好啦，
另外就 mercurius solubilis 溶汞啦，溶汞咧记住咧系牙床咧系损啊，同埋咧就有种即系有啲口气重啊，好多口水，好多大量嘅口水、口气重，同埋有阵时候吐泻，呢个种溶汞，记住口气重啊，嗰、那个牙肉肿胀。好啦，跟住 aconitum napellus 就嗰、那个嗰个乌头啊，嗰、那个勾乌头，咁通常咧就伴有高嘅发烧。啊！即系突然之间嚟，痛到好犀利，跟住又哎呀发烧到好犀利，咁、那个当然个 B B 仔就小朋友就好敏感噶啦吓，好惊惶啊咁。呢个就乌头嘅症状。好啦，另外一只就系石虫啦 ，Lycopodium cavatum。咁石虫嘅细蚊仔通常都系瘦嘅，啊怕即系会感觉到嘅痛嘅，但日头咧就好似几开心嘅。咁但系咧，但系对嗰、那个喺四点钟吓，通常四点到八点嗰时候比较差嘅，咁佢亦都好唔中意嗰啲突然之间嗰啲喐动吓，呢个就石状型，都系睇个体型多啲吓，比较瘦长长嘅。好啦，跟住就 colosymphus 就嗰个苦瓜啦，啊 colosymphus 咧，咁通常咧个细蚊仔咧都系有少少绞痛噶，即系除咗嗰个牙齿牙肉痛啦，个人个细蚊仔好惊，同埋有啲腹部绞痛嘅。好啦。跟住就 nux vomica 啦 ，nux vomica 就马钱子啦。咁通常咧，马钱子嗰啲出牙嘅问题咧，通常伴有啲系便秘啦，同埋咧想屙去大便咧，佢成日想去啦，但系你挤咗落去咧，佢又去屙嘅时候，佢又屙唔出吓，呢种咁样嘅，当然又掹掹震震，呢个就马钱子，亦都比较怕冻嘅小朋友。好啦，跟住咧就虫节油啦 ，terambephina oleum 啊 ，terambephina 呢个咧系虫节油嘅，咁通常咧夜晚系不安啦。同埋咧嗰个牙咧系充血肿胀啦，咁同埋都有少少即系不安呢种咁嘅感觉，比较就一般性吓。咁最后一只咧就系 creosotum 啦，系杂粪油啊。咁通常咧嗰个 B B 仔咧都系好不安啊，好焦虑啊，成晚咧就系即系辗转反侧啊，总之好难搞咁样样。咁亦都系咧就一系有便秘，一系咧就嗰个粪便咧。就屙即系有啲未曾消化嗰啲食物屙出嚟，咁呢个就 creosotin 啊呢个嘅，咁都同介绍都好多只吓，咁所以咧大家去即系遇到呢个情况之下咧，好快嘅啫，你咪试下咯啊，通常咧你可以每15分钟半个钟头食一次，如果食到3次都冇乜明显改变咧，你基本上咧你个疗剂可能都唔啱噶啦，咁咪试第二只咯啊。好啊，多谢袁医生嗰个同我哋嗰个嘅介绍啦。咁呢个咧出牙咧系喺个所有嘅生长嘅 B B 里面咧一定会必经嘅阶段嚟嘅啦。咁当然啦，有时有啲咧就未必有咁严重嘅问题，但系如果出现到嘅呢啲症状啊，呢啲出牙嗰啲嘅不适嘅时候咧，咁我哋即刻用个疗剂去处理。正如好头先医生咁讲啦，就通常吓每半个钟头食一次，食咗3至4次，佢有改善嘅，咁即系啱咯。唔改善嘅，咁你就即刻转过另外一只疗剂啊啲嘢咁样。咁就永远咧，即系唔会话咧系咧错过咗嗰个治疗嘅期间啊啲嘢咁样。咁所以咧呢、这个喺个成长嘅过程里边咧，定系需要有一个同类疗剂咧帮佢哋手一齐嘅。咁家中常备咧就可以咧随时可以拎到嚟到用噶啦。OK， 多谢袁医生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想查询翻啲疗剂或者系其他健康产品，可以联络我哋六创业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海外的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嘅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翻我哋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rce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好，今日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